消息，国外传来了捷报，今年爱尔兰世界杯室内拔河锦标赛，中华男子拔河队在男子560公斤级一路的过关斩将，最后拿下冠军，而这也是6年来第3面的世锦赛金牌。 画面上可以看到，中华男子拔河队用力的向后拉，最后拉出世锦赛的冠军。2020爱尔兰世界杯室内拔河锦标赛，中华男子拔河队在男子560公斤级拿下了冠军。选手们开心的跟冠军奖杯合照，也在脸书第一时间发文表示，自从在2018年被误判痛失冠军之后，选手们这2年期间。 不松懈，努力的练习，再练习，终于再次夺下冠军。